哇，对对啦，我们呢间铺头皇后大道中，住楼要住山顶啊，买铺要买皇后大道中，系咪够晒位啊？几钱啊？1,400,000啫，够晒平。门阔大概11尺，深大概17尺度，实用面积系174尺。我们呢个 exact 地址系皇后大道中，就199号。影成龙大厦先啦，呢度。咁啊，呢度讲紧就细细个铺头仔，原本业主2006年嘅时候咧，就用465万买入嚟，上面咧楼龄就55年。嗱，凡事有比较。呢边咧睇下，向呢边行过去咧，就讲系新纪元广场啦。嗰边嘅皇后大道中就冇铺卖噶啦。但系咧，始终呢边咧就属于呢个嘅上环，但系点都叫做皇后大道中啦吓。咁你即系住山顶，你对住垃圾房都听落去都叫做住山顶。皇后大道中有私利，即系近代史最平嘅铺就系呢一间噶啦。Number 193号皇后大道中，实用面积咧，我讲紧系得个30尺，卖咗600万，即系实用面积计嘅话，每尺系20万啊！呢个真系犀利吓。咁啊，前排就讲系2022年嘅时候就成交过嘅。咁呢一间黐翻苏杭街，咁当然旺好多啦。咁呢个咧地址又系苏杭街，又系皇后大道中，但系呢个就向皇后大道中嘅。但系咧向苏杭街咧，反而咧就比较聚人啲，食肆多，呢边咧就比较僻啲。咁啊，但系呢一间铺头仔咧就成交咗系10,400万。建筑面积300尺，实用面积174尺，门阔11尺，深17尺到啦。咁就啱啱今日注册成交10,400万啦。咁就楼龄55年啦。咁就原本业主2006年465万买入，持货18年，升咗125%，好高兴啊！记住，如果你想立，想报基金嘅时候啊，而家就 OK 啦，市况会好噶啦，会咁就今礼拜连续有几场嘅讲座，听下点样能够尽力跑赢个大市啦。咁我呢间铺头5分市值，10分超，1分手手就都一个7分位嚟嘅。点解呢？因为十一手嘅时候市况好啲，有翻个租客 fit 翻条租落去，1,200,000-2,300,000买翻出间，好容易嘅啫呢啲位。咁个输而家就交吉，但2.9呢计25,000蚊搞掂，皇后大道总碎碎地2-3万蚊租出去，唔难嘅。各位业主，各位买家，我系盛汇商铺基金创办人李嘉玲，多谢。由2016年基金成立起，盛汇商铺基金买卖嘅优质铺位，至今已经买入132间街铺，卖出64间，涉资33.74亿。我哋即将举办首季集资讲座，欢迎报名。商铺基金赢出嚟听听，图纸望到啦。上次600万侧边嗰间铺成交咗，尺价20万呢个位置图啦，张相咧见到。好，各位业主，各位买家，